斌因鼻咽癌无法入伍，网友早日康复，王者归来。原文网址。据韩媒报道，金宇彬因鼻咽癌无法入伍，好友透露现在对金宇彬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健康。去年五月就中断了所有活动，专心接受治疗，为了恢复健康将竭尽全力。对此，金宇彬所属社表示正在确认整理立场后公告。一定要赶快好起来啊。金宇彬有着独特的长相，低沉的声音与修长的四肢，给人充满叛逆感的强烈印象。出道短短几年，他已然成为了最热门的明星之一。希望金宇彬早日康复，为粉丝们带来更好的作品。祝福金宇彬吧，加油加油，早日康复，战士王者归来。希望金宇彬早日康复，为粉丝们带来更好的作品。祝福金宇彬吧，加油加油，早日康复，战士王者归来。原文网址 https://raid01.comnxd5.god.html